八九五年，晚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和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人啊时代。台湾人唔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行动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异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、去拼这些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叹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。伊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袂歹吼，有够赞。低头等。是你。
しっかりしろ、今度こそ。はい。あ、在呀、啊。